Use it against Elvin Bush 3. Fuck and Bim for 3. He's got Ong and Bim on him. Ong and Bim moves closer. Takes the shot off the rim. Ong and Bim has been pursued by the shot. Ong and Bim.进医院了，那医生就是确定他的一粒肾脏已经坏掉了，所以他只有一粒肾脏是正常操作，另外一粒已经算100%操作了。跟妈妈去看医生，说其实你的儿子不可以打篮球，因为篮球是属于一项激烈运动，很危险。我听了我就觉得那不可能了，我太爱篮球了。他剩一粒肾脏，如果踢坏了怎么办？哎，有时看到他在球场跌倒啊，什么啊，会担心啦。我的手指有两只断过，也开过刀，因为这些累积的痛而使我得吃很多止痛药，我前3-4年都是带伤上阵的，很多时候都是用意志力去克服。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但是那晚的时候，他就告诉我 ：“It's okay, I'm been. I'll come back again. I'll come back stronger.” 一个在跟病魔争斗的一个小朋友，如果他能有这个信念，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好好的用我们的健康的身体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我觉得如果你要追求你的梦想的时候，一定会需要你付出一些牺牲的。我们可以学习到不要让生命中的困难把你打败，而勇敢地去接受和面对这些困难。